你怎么跟瓜哥在一起？应该是同一个公司吧，然后照顾这样。嗯，就像玉林哥也很照顾我这样。有一天你也会跟玉林哥传绯闻。他就像爸爸一样，就跟老爸爸这样。我突然心中一阵酸。旁白哥抱抱林蛋，看熊妮和胡瓜走得近。哎，我和玉林哥也常吃饭喝酒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蓝天鸟 ，We are Ready Go。是乐天桃园捧红了一群啦啦队员，您是不是有点分不清楚他们呢？首先，这位是红到日本的熊妮，戴着口罩却挡不住活力。他常上胡瓜的节目，被周刊爆料两人走得很近。再来，这是他同事林蛋，就这么巧，今天有代言活动，必要问问知不知情意。哎，对，你知道。我也是我妈讲的才知道，就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妈说：“哎、欸，熊妮怎么跟瓜哥在一起？”你跟熊妮算有交情？比较少，因为他是可能住比较远，新竹嘛，不用每天都要练。有，我们每周一都要练。嗯，但我们人太多了，30多个人。那你有遇过就是瓜哥去球场支持他的？他都跟兰兰一起来，他们之前还一起出国看球赛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公司的关系也都蛮好的。哎，打个岔，刚说的懒懒也是啦啦队员，好，我们继续。你没有很震惊，看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还好哎，对我自己觉得还好，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就是师徒关系。话锋一转，他拖另一个长辈下水，就像玉林哥也很照顾我一样。有一天你也会跟玉林哥传绯闻。我跟你讲，预防针这样子，我是真的蛮常跟他一起出去吃饭跟喝酒，但我们都是一群人，他就像爸爸一样，就跟老爸爸这样。我感觉因为这件事情跟你。有时候就是最近很多狗仔在跟拍，所以我们随时注意一下的。因为我妈妈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60几岁了，我就想要让他们过得比较幸福，然后没有压力。林丹现在辛苦赚钱，只为了妈妈不辛苦。28岁已在拼买房了，契子好像2000多左右。为了2000万，他接代言，拍 YouTube。甚至还，因为我也会送给球员的内裤这样，因为内裤吗？是内裤吗？我替你们的内裤，我说、欸、我可以送你内裤啊这样，然后他们说什么内裤？三立娱乐新闻林蛋卖内裤报道。